Hello， 你好。喂，嗨，你是？我是Jackie。Jackie， 电收音机要关掉哦。哦，好。喂，那 Jackie， 你要变成什么动物？哦，我要变成一只蛇。啊？哪一种蛇？一只开心的乳蛇，每天就冬眠就好。喜欢了啊！我好喜欢，我好喜欢的。你这个猪，就当时鲁神很开心，每天冬眠就好。啊！这臭男生爱的笑话啊！我喜欢，你不喜欢哦？你不喜欢当蛇蛇哦？就真的是大翻白眼，白眼大概会翻到后面，我看到自己的后背。为什么？我想当蛇，当一只开心的鲁蛇。很开心啊，很快乐啊，好，很好啊。有人说这个梗想很久了吧？我想很久了，从12点多就想。你是不是很怕今天没有表现的机会？对啊，我很怕那个快到2点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接不到你这样子。对啊，想要开心的鲁蛇，然后让玛丽笑一下，结果玛丽没有笑。玛丽不懂我们这种臭男生的笑话啦。你让马克快乐就好。那鲁蛇，你要去看单身动物园吗？还是你只是想要博玛丽一笑而已？其实没有想要去看。如果玛丽要跟我去看的话，其实可以。哎呦哇，紧扣着玛丽两个字。小鲁蛇我已经看过了。哦，你看过了？好，没有啦，把机会让给其他人啊，应该不会去看。开心的鲁蛇，晚安哦。好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